湾女科学家、癌症之母光电博士同在第一线。病人好起来，我的精神也好，我就很有这个自信，我到底做了点什么。外界的各种建议啊，或者各种评比啊，其实有时候会让你更迷惘，它未必能够带给你一直走下去的力量。TVBS 看板人物每周日56台。